待ち続けるその時を。来，欢迎回来久违的三国志幻想大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去打架，又是愉快打架的一天。因为最近三幻里面没出什么新活动啊，目前来说的活动就是第一个啊，心灵宠上次抽过了嘛，已经开图鉴了。那再的话就是这个奇境之旅，奇境之旅其实跟之前玩法都一样啊，没什么太大差别了。每天解解任务，那解完任务的时候花个500幻心啊，去买个这个灵器，因为只能买五个。买完之后去探宝，探一探之后有一些馈赠，然后再看个人的一些资源啊，需要选什么。这其实也没什么特别，因为目前大家的老手的资源大概就缺那几个了，所以目前来说都是选比较稀有的嘛。那像比如说这种幻心就不用选了，像比如说这个招募尺啊，这个招募券啊，这个很稀有，然后或者是这种灵宠的任意选的这种东西，这种平常买不到的，然后只有在某些时间才买，这种会比较值钱。那或者是这种魂角的碎片这样子，其他部分这种可以用幻心买的这种就不需要了。然后就各自看各自的那个缺的一些那个资源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吧，大概就这样了。目前的活动基本上都复刻啊，一样试炼啊，之前应该都打得完啊，在活动之间内应该都打得完的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啦。所以目前来说的活动大致上没什么新的，因为它第六季赛三合也还没开，所以今天呢一样，我们用我们的火毒队啊去试一下强度。那今天要测试什么呢？来测试一下宠物好了，因为宠物哈。在上次的时候啊，我是放朱雀了，因为想说火跟毒一起嘛。然后实际上用过，发现朱雀的伤害还真的是不顶高。那目前来说啦，其实很多人火毒队，你看一些大佬会放腾蛇，腾蛇是真的很好用，因为目前哈真的哇，那个赛场环境哈，单补一定是标配，双补是常态。那一般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蔡文姬，然后华佗，然后成功啊，反正就是三只选两只。然后一般双补哈，如果你没有一些禁疗的手段哈，你会发现你打对方哈完全打不死啊，很痛苦啊。所以目前来说，很多人在用腾蛇。腾蛇的话，这种禁疗的效果哈，这个增加 40%， 降低别人 40% 的这个治愈效果还不错。然后又可以打血量最低的那个伤害，感觉也还行。然后专门抓最那个残血的一些角色还 OK。那目前我只有一火了，所以一星呐，所以只能先上一下。到时候不够的话，我们再把它升到二星试试看。然后再来的第二次的话，还是上白虎好了，因为上次有两个玩家啊推荐，还是上白虎，感觉伤害会高一点。然后他们有说那个阵容啊，他说主力输出哈，还是用战魂，用那个弱点战魂会比较好一点，甲老啊。但是呢，我用甲老的时候，一般来说都是很容易融化，因为他们三只都在前排，弱点突击哈，虽然说伤害会很高，然后他会有这个额外这个攻击这些效果，但是呢还是没有像破釜这样子，这个有 30% 的减伤啊，一般来说站前场会比较困难。但是因为我把攻击力调到甲老最高嘛，所以我们附身合体化呢，甲老一般来说应该是撑得住的，所以我甲老还是这次给他上弱点试试看强度。然后孙鲁班一样，他们两个一样前排就上破釜，后面一样就带联系就好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目前 26.5 亿。那我们今天就来 PK 一下啊，看看我们的那个实战力有没有变强。那上次排名好像只到480-500出头吧，这次看看能不能排名往前，就证明我们的火毒队啊，应该成效应该是还不错的。好，来第一场啊，来看一下27亿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哇，两个造价很贵哦，两只魂角，可以邓艾，张水队了。配一只邓艾的脏水队，有曹丕，然后有好人曹，又是合体，晕眩两下，打打打，上一下毒，对方27亿哦，战力比我们高，打打打 ，PVP， 我切后，我干没秒杀，靠腰，蔡文姬被秒杀，看杀小，干秒杀我，妈毒死你，他的补血哦，靠蔡文姬，靠腰。没关系，我们毒够多，你也只能救三次而已。用力，切，闪避，闪得漂亮，哇！还好有闪 ，PT 引爆，好来，来了，藤泽来了，再上毒，小鹿1.2亿，普通了，藤泽别过去了，他的灯还快被我毒死了，补了一下哦，撒点油。引爆一下死了，三只一三，哇，被抵抗掉，来一口第二次咯，哦呦，踢，死了，
哪一下？哇，在上毒，打打打 ，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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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， 射日攻还行，在上毒，死了啊，还是打穿了。我们比较怕的阵容，绝对是张水江。张水江以外的东西都还好。啊，冲锋枪啊，说错了，冲锋枪。好 ，OK， 搞定，再来。来27亿，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火毒队吗？不是，配了一个吕布，来又配了一个那个丹林孙上将，这是女团吗？也不是啊。来，附身合体。我一直觉得附身合体，不知道你牺牲一个角色到底好不好用。但是看到现在，如果你不会被踢的话，其实保甲老还不错。来上白骨。来上第二次毒，先录一下。滴滴滴，引爆，抵抗，来一口。吕布打闪避，普通了，不痛了。没有姜维，没有公孙瓒啊，我们就没有天敌。哇，木器子好像不太够呢。哎，有了啊，撒点油啊，火上浇油啊，万毒，第五次毒，打打打。哇，有毒有毒，来一口。扇子三，哎，抵抗啊，再上毒，来了，小鹿一点四亿，腾蛇飞吧，腾蛇，哦，痛哦，哇，我的线终于要死了，靠腰，他那个太痛了吧，啥？再撒毒，没死，没死，蔡文姬要不要救一下？蔡文姬。姬姐，要不救一下姬姐？坤哥跟姬姐，哇，我们上毒很缓慢，但是他们的吕布快撑不住了。扇子三，蔡文姬抵抗，再撒毒。哦，回满了啊！再撒毒，哇，两只晕眩，哦，哎呦哎呦，死了一只，哇，再撒毒，哇，贾老怒气值狂回复，哇，四连毒，哇，贾老，哇，再撒毒，四连毒。天怒一下，哇哇补补补补补，哇对方都没出手，哇又满了，再撒毒，哇贾老你真的太猛了，狂回怒啊，再撒毒，哇这个出手频率真的是太强大了，哇然后都做球给那个孙鲁班，哇有枪有枪有枪，不错不错，哎升了啊，595啊不错。31亿呢？哎，火队啊，来看一下，曾经的火队啊，我爱玩的火队，目前大概也绝迹了，玩的也不多了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是我们的火队强还是火毒强？来，冰凤开局，附身合体，来打两下晕眩啊，不好意思，上毒。一号位放赤焰周瑜，摆明就是没办法出那个出手。而且你有没有放荀彧啊？更惨！来打个蓝银豹，来上毒。我跟你说，毒队只靠丁凤的伤害是不够。两次火焰旋风炸一下，7000多，超普通。你的赤焰周瑜好像不是 OK 哦。徐盛，武术哪一口？然后诸葛国两仪四象，回怒一下，后排3000万。撒点油，然后一直恢复。好，来，神蛇来了，再上毒，333啊，相当普通。喷蛇飞吧，喷蛇。哎呀，你的赤焰周瑜好像还没有办法出手哦，还在睡觉哦。抵抗啊，再上毒，撒点油，火上浇油，然后再上毒 ，TPT。天怒一下，来一口，怒气值恢复，死了，再上毒，三只晕眩啊，站桩，四只晕眩，哇，只剩周瑜没有晕眩，手一发，1.3亿，普通了，来一口，他赤焰周瑜好像没醒过，来了，怒气值恢复，射你发射日攻，哎，又满了啊，不好意思，再上毒，哎，附身合体。死了死了死了，快死光了！听说你的赤焰周瑜到现在还没出手过，
哎、欸，死了，赌叔也死了。来，再赌。哇，引爆！剩两只，周瑜跟赤焰周瑜，双周瑜。三三三啊，超不痛的。来啊，弹射。哎、欸，死了。上毒，晕眩，逆鳞，打。看他赤焰周瑜伤害多少，应该是零吧。啊，2000多万，太悲伤了。哇，这个还是全服第一的火队呢，被玩成这样子。哎呀，真的是相当的有搞。哎、欸，490万，来来。哇，3.7亿的，真的是看得起我啊！不，37亿啊，应该不会赢吧？哎、欸，那。干，我月赚11亿吗？真的假的？来看一下。哇，我们出头天了呀！冲锋枪可以月赚37亿。来来，哎呀，他高能上不能踢我啊！附身合体，伏扭。来，水盾，天怒，附身合体。啊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哇，冲刺，哎、欸，免疫，不好意思，来打两下晕眩。他还没有那个荀彧，没有荀彧的冲锋枪啊，我们是不怕的。打打打，然后出个果 TGT 引爆一下，两仪四象还在晕，来了，撒点油，火上浇油，然后万毒，打了三波毒，目前看姜维头上三层毒。武器值恢复，战值13，抵抗 ，TTT， 天怒引爆，抵抗，冲刺，姜维小控，哦，气又恢复了 ，TTT， 哎、欸，满了啊，哦哦哦哟，狂回怒，天怒，玄武啊，腾蛇飞，好，护身合体再来一下。感觉他姜伟的伤害好像也还好，没有，很痛，我看诸葛果开始上毒，哎、欸，晕到一只啊，撒毒引爆 ，TTT， 哇、哦，目前赤焰周瑜有点悲伤，看起来撑得住，扇子一扇，姜伟抵抗上毒，哇，诸葛果剩那个鸟血，哇，快死哦，蔡文姬，哇，极限血量拉回来。好像死啊，死了，诸葛国死了，再上毒，那姜维也要死了，喂，死了，姜维死了，哪一口？哇，真的是蔡文姬保你一生平安啊 ！TTT， 天怒，冲刺，哇，深攻。雨露均沾死啊，被毒死了，再上毒。哇，他的战歌留到最后哎，真是猛。还好有附身合体啊，不能踢走的战歌，就是白嫖啊，就是浪费。如果他摆在二号位、三号位，我们就输了。哇，26亿啊，打赢33.7亿，哇，真是太猛了。看一下。哇哈哈，哇，爆了21亿的伤害，看一下哦，两个补的真的是够多。哇，有枪，感觉我们越来越强了。来 PK 啊，31.26.5亿，来看一下，哎呀，冲锋奖又是冲锋奖，此生最恨冲锋奖。一个从 CH3 的阵容玩到现在还是主流，而且强度还很高，哦，你就知道公孙瓒的价值有多高。完全取决于公孙瓒的价值啊、哦，还有姜维的强度。然后那个谁要飞走了，我们的那个赤焰周瑜要飞走了，打两下，而且那个谁啊，荀彧还会帮解晕眩，真的超靠北的，要飞走了，哎、欸，飞走了啊，真是不意外。第一批引爆，打一下，抵抗，然后这样就不就变4打6了吗？看，还好贾老附身合体应该不会被踢走，应该还行。哇，还配诸葛亮啊，有够控的。冲刺抵抗，哎、欸，免疫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但是姜维打的真的好痛。来，先上毒，来一口。哇，附身合体解除了。啊，来了。
三之一三抵抗啊，再上毒，再上毒，再上毒，三连毒啊！腾蛇上场，九尾啊，还行。哎，谢各位欢迎啊，欢迎回来，再上毒，上几层的？看一下。但是那个毒刺都被抵抗抵掉了，感觉都没有上到去。哎，抵抗，哦，一堆抵抗，再上毒。哎，我感觉他们已经快叼不住我的六连毒了。哇，八连毒，哇哇，八连毒，哇，贾老的回怒真的是超快，八连毒，哦呦哎呦哎呦，但是我诸葛国快死了，哎，拿一口蔡文姬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撑住撑住撑住 ，TTT 引爆，天怒炸裂，抵抗，哦哦呦，双方都快没血了，哇，他先来了，靠腰，干。好 ，OK 了，大概是这样啊。那目前是打了500名，感觉这一次打起来效果还不错，我个人觉得，只是星数都还太低了，一个一火，三火，三火，然后腾蛇只有一星，所以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好了，下次撑高一点啊，我们再试试看火毒队到底强不强。然后腾蛇，要不然下次再抽一下好了，剩四天啊，都再抽一下好了。OK， 那先支持一下，我是轩喽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